咱们两个等。OK。Ain't it funny how love hits you when you least expect it to? Anytime, anytime. 每天。他好像不开心哎。九点钟。好奇怪，这里的那个时间。他要减三个小时才是正常。你会觉得怪怪的哦。怎么突然？你说我跟你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好像有一点距离。啊？好像有一点距离。啊？有可能是我的问题了。为什么？我想一想。其实我那天抱你，我是蛮反感这个大冒险。因为首先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点，就会有一点越界。其次我会觉得，就算我们会自然的到那个点，我也不想因为是大冒险而去抱你，你懂吗？你知道周轩宇也抱过我。嗯，周轩宇也被这样惩罚过，你不在那天，在泳池的时候。哦，所以我还好。你会觉得我们的节奏有不一样吗？你说这几天吗？整体就我跟你有一点哦，一个快，一个慢。我觉得甚至有一点有点奇怪。我也觉得有点奇怪，但说不上来。就是我对别人不会感觉怪怪的。哦、oh, ，OK。OK。你是主动的人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不是。我应该还行吧。没有吧？没有吗？没有吧？你是说约会吗？还是晚宴上？为什么那天没有选我来着？晚宴上，那我们三个一起跳啊？不是不是，跳舞，哦，我可能需要一点底气才能主动。什么样的底气啊？我需要知道。我们互相是对有好感的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继续相处呗。因为我觉得我有可能有一点害怕的是，如果我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主动，然后结果发现跟你想的不合适，对，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后果。他怎么聊的像他们要分手了？哦，这个是要急的，要去做冰淇淋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你今天有收到我的早餐吗？有，在那儿。哦，可以对看一下。小心啊，不要被绊倒。不会，不会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Hello。挤牛奶。对对对对，挤牛奶。跟着他，跟着他。这只吗？这只好小啊。你好。Hello。小朋友。我先来吗？我这个感觉。这样子。直啊，拽下来，出来，拽下来，有一点是，是啊，你看没有？啊，我看一下多少。
哦，要用拇指，从上要用拇指这样捏。嗯，奶绿是不是一种饮料？对啊。是什么抹茶吗？抹茶拿铁。Green milk tea。哦 ，Green milk tea， 谢谢。哦。哦，这个就多一点。不好意思，借用一下你的奶。要不我试一会儿。好，我帮你拿桶吧。就这样，哎，你要弄湿你的手。对准，嗯，感觉不太对啊，我们这个约会氛围。我们要挤完这两桶，我可能要在这里挤一天。我们四手连弹。四手连弹。通一下他的无线。小心。要不我弄这里吧。啊，我换一下。我一直以为聪明有八个。啊，因为我家狗有八个。我可能应该都是有四个的吧。为什么小狗有八个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风格。隔着他的乳腺对话。哎，你看一下，打个招呼呢。Hello。你不尴尬，他可能会尴尬。哎，我休息一下，我的腿有点麻了吗？有点酸。哎，其实是有分的，你看一下。哎呦。是吧？哦。哦。不错。还挺多的，觉得。哦。谢谢叔叔。小朋友，你多大了呀？9岁。很可爱。你喜欢篮球吗？单挑一下，我们赌那头牛。你要赌那头牛干嘛？我想带回家呀。我能给你拍照吗？哦，你想跟我拍啊？好，你来试试看。来，奶绿。我们两个。对啊。移到他的后眼睛。我可以摸他头吗？他好厉害啊。导演，你要怎么拍呢？导演，他对于自己的创作有他的执念想法。对，小心啊，不要被绊倒。不会，这里可以吗？我们什么动作呢？看你吗？这里。啊！找到了，有了。你就往后拍开这里。这样吗？我们还有那个，我们，喂，哇！哎呀呀！等一下，你先，你不要过来，等会儿。哎西，这像流沙。来给你们看一下新的时尚蛋。救命！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爷爷，我们走了，谢谢。走了。老板，你们俩是情侣吗？哦。哎，要不你们分享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，我送你们一杯奶茶。真的吗？我们是在滑雪场认识的。对。他当时在滑雪场开了一家咖啡店。嗯。然后滑雪的时候，天天去他那儿喝咖啡。为了看他，还是为了喝咖啡？我在那滑雪滑了一个多月没断过。哇。是谁先搭话的？他要的微信。你怎么要的？怎么要的？贼口口要的。你说吧。他说我第一天见他。他说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我说我是天蝎座。他说你属什么？我说我属兔。他说我们结婚吧。真的假的？真事儿。原来是可以这样的。每天都可以。8个月中途分开的时间没有超过48小时。可以。我们拿一下我们那个奶茶给你。你们等会儿。你们的这个故事真的太好，非常非常值，我们赚到了。谢谢。哇，是老板和老板娘吗？是老板和老板娘吗？哎，康康。爷。
黑了我。啊，他晒伤了。哇，你这是很细心啊，黑了脱皮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先去吧。好好好，可以。今天我想袒露我的内心秘密。这趟旅程我很意外，就是我从一个很被动的人变成了一个比较主动的人。啥反应？压力有点大是吧？Hello。其实我更喜欢跟你的第一支舞。我很坚定，我确定我对你。如果我有机会，我会全部全你。明白。我以前不愿意主动，是因为我怕我得不到对方的回应，然后感到挫败。所以这次我其实试着去主动了，但是其实有一点点后悔。我不清楚我是不是没有把握好主动的度，就是感觉好多话讲完了之后，我变得小心翼翼了。也许是过早的让对方知道了我的心意，也许是对方没有坚定的表明他的想法。所以我其实有因为这件事情有情绪起伏。我有两个小遗憾，一个是我生病不在的那一天，我错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晚餐。玩得开心，玩得开心，太开心，非常开心。然后还有一个遗憾是，为什么最后一支舞没有邀请我？那我们三个一起跳啊，没事吧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我想问听到这条录音的人，你现在好感的人有几个？哇哇！如果好感度十分的话，分别是几分？哇！我刚说到哪儿了？对，我走神了一下。说到我了。听听看怎么回答。这里是康康。前半段的问题答案是一，后半段的问题答案是八。鼓掌！他应该很开心吧？洛日电台邀请最后一位女生收听和回答。下一个是奶绿了吧？咚咚咚咚咚咚，砰砰砰！晚会那天没有邀请你跳舞，是因为我想给你空间了解你当天的约会对象。我很庆幸我们能有这样的沟通方式，我们彼此有什么想法、疑惑甚至误会都能直接放开的跟对方说。真好。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恋爱说明书里写的，有时跟有好感的人相处会尴尬紧张。我们之前聊过的问题，我才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吧。但是今天感觉我们相处的都挺好的。那我想问的是，你觉得我们以后还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？还有，有什么我能做得更好的吗？Hello， 我是奶绿。然后我要回答问题，前半部分是我觉得不会，然后后半部分是，我觉得表现很好。我觉得表现很好。奶绿。啊？你出来一下，我们的奶怎么办啊？纯奶啊。对，我们的奶要怎么收才不会坏呢？冰箱。有默契吧？是吗？没有吗？你是想冰箱吗？没有。那你想哪？留言。啊？留言。你觉得要这样直接喝吗？那你给我试吧。还真给我试。坏了。没有了。就你来，我洗那个绿色的。好。还是有点默契的。其实我还有一句话，但现在不太好意思说。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吧。然后画了一个抱抱。
今天算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期待下次能互相了解的机会。我们四双人组，哇，感觉不太对啊，我这个约会氛围。还有一个遗憾是，为什么最后一支舞没有邀请我？嗯，晚会那天没有邀请你跳舞，是因为……哇，啊，这是奶绿。康康，康康。啊。Hello。我考虑一下。一起，我想和你一起生活。Hold up， hold up， 蓝景帝，蓝景帝。我也想看看。怎么样？看，很好看。哇，哇，这个你得。你穿的时候应该很麻烦吧？会很重吗？啊，还蛮重的。哇，很富贵啊。但还是很好看。你也蛮帅。嗯，我今天让你当俄罗斯王子。哎，你也是俄罗斯公主。哎呦，是俄罗斯公主。你像仆人吧？好，那我当一天仆人也挺好的，我也无所谓。不是，我喜欢，我在想。俄罗斯有那么黑的人吗？俄罗斯应该也有紫外线强的地方吧？没事，给你当黑马王子。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吗？他要按俄罗斯的礼仪吃饭。就我们可以随便逛是吗？是啊。那我们就逛逛吧，小心。那这就是买面包的。哇，好香啊！喝的是什么？那个色的就是列巴。这个就是吗？我其实想吃这个。OK， 那我们来一个这个吧，然后一个这个吧。一共是56。好了，谢谢。那你吃这个，不要多坚果跟葡萄干。我们这样考虑一下吗？康康啊，我考虑一下。考虑完了，没有我了。没有开玩笑，哎，我还蛮想去维吾尔族的。真的吗？但我们是抽的。我对这个俄罗斯其实挺满意的。哇哦，怎么转一下？这个好像有喝的，你要帮我看一下。这个是饮料。有无酒精的饮料吗？没有。好，俄罗斯大红肠。那我买个肠吧。可以，一直让你请。没事。你欠我的越多更好，你欠我的越多更好。多少钱？Hello。Hello， 欢迎你们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哎呦！今天我们是吃俄餐，俄罗斯习俗是要非常尊重女孩子的。好。那么女孩子入座前。男孩子要把他的椅子拉开，请女孩入座。谢谢你，哦，这么好啊。合适吗？合适。啊，好。我们这个民族，男孩子要全程为女孩子服务，要表现出十分的绅士风度。好。俄餐里有几个很出名的一些美食，俄罗斯族的牛排，闻名世界的大列巴，它配了两种浆果类的果酱。哦，哇哦。你想要什么配料呢，女士？我可以奶酪。上面抹一层蜂蜜，华舒蜜，看着好好吃啊！蜂蜜我就放一半，对，放一点蜂蜜。为什么我吃到甜味多一点？蜂蜜多，不好意思，我下次改进。男士希望你更甜美。嗯，哎呦，好，慢慢享用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你还要再吃一块牛排吗？好，我给你点缀一下，非常好，好好细呀，啊！是的，谢谢。就这个牛肉感觉是像是在家里奶奶会给你做的一道菜。嗯 嗯，我这两个脸非常的爱吃牛肉。我都很怕它掉进去。要不我帮你挂到你的皇冠上？你可以，很搞笑。
哎，但还是挺好看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很方便很多，视线清晰了很多，好可爱哦。哎，问你一个问题哦，我那一分家在哪？嗯，你对哪对现在的好感？七。如果好感度十分的话，分别是几分？答案是八。了解吧。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有变过吗？有人六点五啊，有人七啊。你现在不已经知道了吗？就是我昨天，就是没有了吗？啊，我昨天不是这样讲的吗？你现在好感的人有几个？答案是一。不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吗？就确认一下嘛。对，还是一跟八，还是一跟八。哎呦，确认可以。对，这个空气好干。我超适应的，我刚去加拿大也是这样，后面习惯了，我回来反而不适应。我也是，澳洲也是很干。你在澳洲的啥样啊？我没听讲过。读书有一半是读书，有一半是谈恋爱。跟你差不多嘛，你不是谈了四年吗？你留学的时候。我刚想问，现在不是有草原、雪山、峡谷，你最想去哪个？雪山。你呀。我想去峡谷。哇哦。然后呢？啊，我们分两队。可以啊，我 OK。我们打个视频。可以。没有啦，其实不是。我会选雪山，我会选雪山。撩了一下。Hello， 老师。老师 ，Hello。可以学几句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想学什么呢？你很漂亮。你很漂亮。可可呀，可拉西瓦呀，学一下。可拉可拉卡西瓦。可可呀。卡卡呀，克拉斯西贝亚，对对对，卡卡呀，克拉斯西贝亚。如果说男士对女士表达爱慕的时候，我爱你，呀溜不溜街边？什么？呀是我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溜不溜是爱，街边是你。我不会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爱你，你说一下。对女士。Я люблю тебя. 啊，对对对。Я люблю тебя. 很好了，已经很好了。回去就好好学习吧。咱们现在去学俄罗斯舞蹈。好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走吧。Hello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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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幸会，幸会。来到咱们亚历山大手风琴博物馆，体验一下手风琴。好，可以吗？这个很重的。哇。那我来扛吧，我来背。还蛮重的。对。哇。现在哦，确实有点这样你拉风箱，他来啊，那可以，那我出体力活，一二三。是我的功劳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今天我们学的是俄罗斯舞蹈，那我们开始啊。男女都一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二、三，看看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是，左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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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这么长，这么长。哇，那个转，怎么样？我在练习那个转圈圈。举左手，然后你左手你就往你左手转一圈，然后右脚出去，去拍左手。也挺开心的，感觉特好。2、3、4、5，准备往前。怎么样，差生？学会了吗？我的表现比我想象中好很多，好很多，好很多，真的。这是要用吸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是肉，这不是骨髓，这是排骨好像，对吧？等一下。哦，不止锁，他抓着我衣服，这让我怎么弄呢？你试试嘛。啊，我被压出去是吗？我不想被压出去。抓着走。来，算你过。这不是跟我一样吗？那就好，我们上吗？哦，老师来了，我没看到。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哇，记得吗你？1、2、3，1、2、3。等一下，来，拿出来，重新来一次。没事。好嘞。5、6、7，走，1、2、3、4，啊，可以，2、3，哇，5、6、7，走，哇，哇。康康和奶绿也问题不大，对，至少很稳定。我有一个新愿望，我想去看雪山。哦呦啊！你最想去哪一个？雪山。奶绿都不带多看的，谁写给我我也不看。多好。今天又有更多第一次是和你一起的，期待有更多第一次，慢慢的建立我们的 inside jokes 库存吧。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如果是公主，你欠我的越多更好。야레브루제비야。链子不适合的话，我可以再掰一下。哎，那你收到工艺品会？我觉得手做的比买的有诚意。我帮你挂拉过来 ，OK？ 我看看可以啊。我许的愿望都实现了，而且正好你都在身边。如果有雪山，希望你也在。他俩是俄罗斯人吗？对，俄罗斯。哎，我今天伤了香妃，我也愿望成真了。草原、雪山、峡谷，你最想去哪一个？雪山。
我有一个新愿望，我想去看雪山。这个是我来这边最难忘的一个场景。那你很帅、啊、你很漂亮。Какая красивая. Какая красивая. 陈康，呵呵，在这里等了半天，两帅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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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看，陪你一去 ，Hello， 我来了，等会儿我上车哦，你上车，哇西。对你坐稳一点，悠，我很怕倒。OK， 走吧。悠，那我觉得你正常坐吧。是吧？等会儿，抽筋了。哈哈哈画风不太对。来来来。哇，这个，哇，可以走。这很难骑，刚起步的时候，对，太重了。我还第一次载过人。我一会儿再试一下哦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来了、哦，哇，好紧张啊！你尽量不要抖哦。好。哎呦喂，我去！那这样，要不我骑起来，然后你跳上来。可以可以。我先骑慢一点，然后你跳上来。可以。那更不行了。好了，上来上来，快点，快坐上来。哎呦哎呦呦！坐上来，坐上来，坐上来，坐上来。好，非常自然，还是不要吧，还是不要吧。要不来比赛？可以的。我们比谁骑得慢吧，到那个树那边。行。等一下，输了要干嘛？你想我的，我想你的吗？不要跟我讲。我也不会跟你讲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不要过来！那你这是我的策略。这个超难骑啊！比那个行，比那个行。好，剪。对。哎呦喂！哎呦！你剪两次哦。好。慢很难骑。往后骑。哦呦，小心！你小心点。别心跳。你到了是吧？我到了。嗯，不是，不是直线吗？我们没说直线啊。你耍赖啊！直线啊，你不能回头啊。我们没说啊。耍赖！要不比个别的？什么？跑步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你确定？你让我一点点。OK， 等一下我们先商量一下，先开个会，跑到栏杆。你提嘛，你要我让你多少？你作为一个男人，愿意让我多少？我都愿意，你要我让你一半，我都 OK。但是你这是你那我赢得这么爽啊？对啊，你得把握这个度。哇，真的假的？中考都全区第一。OK， 我拿出全区第一的实力来。那谁喊开始啊？你喊呗。他们真的有。三、二。一开始，哇哦，哇啊啊啊啊！我赢了，你赢了，哇，好爽！怎么样？不
错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。我也是体育生的，我跟你说。哇！要不这样吧，就我们都做。行，你什么？你先说。我还没想好，你先说吧。结束之前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OK， 但什么事情还不知道。但是要合理。合理，合理，合理，肯定合理。行，走吧，我们去喝下午茶吧。走，下午茶。走吧。虽然没有那个雪山顶，但是还是这个山脉是真的很美。所以看不到雪山？这个季节应该没有，但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觉得虽然你的愿望是看雪山，不一定在这看啊。对，我宁愿不要在这里看。为什么？能留一点那个以后能一起做的事情。Hello， 闻到味了。他想吃东西。你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心想拿铁。哇，谢谢。这小猫，好可爱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是很快就判定就是我们男生跟你的，就是异性之间的反应。嗯。那就是你在晚宴就大概知道了吗？这么快啊？其实晚宴已经大概知道了。然后第二天，所有人大家在相处一下就更知道了。哦，你每次提到那一天，我都会很惊讶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那一天都没干嘛，都没有跟你有什么互动。可是有的人发表出来的观点不需要讲很多话，就我懂啊。哇，就很简单一句话，就是那天我在讲我之前的事情的时候，然后你说，其实我不是不会谈。会谈跟遇到对的人是两件事。哦。就是会谈跟遇到对的人是两码事，我非常认同的。或者是说某一刻那个化学反应你懂吗？哦，然后再来到晚上大家所有人坐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会观察大家都是什么样的，然后跟女生在一起他们又是什么样的。你会觉得我对所有女生都一样好吗？会。你会介意吗？会。会，嗯，在我没有问清你有几个好感的女生之前会。其实我非常烦这件事情，就是你不把握不好那个度是吗？对，我觉得我把握不好，因为当时是在了解所有女生的过程中，就是我对你有好感，跟我在了我还要了解其他女生，这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冲突啊。但是你知道女生都很想要被坚定的选。对，明白。但我觉得现在就好，还好。现在我完全懂你，就是这只是你照顾女生的一种表现而已。有一些是非常绅士的行为，我觉得是就很应该做，比如说冲浪。OK。但是比如说生活中日常中的有一些小细节，让女生会误会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你觉得在以后如果有同样的情况发生，我就不应该？没有，你问你需不需要帮忙？哦，不是直接上去帮忙，对，可以的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，我都没有，我完全没有想到。就是可能你直接上去了，人家会觉得你比较关注他们，嗯嗯嗯，或者说一个边界感的问题。这一点非常好，确实。那你看我是怎样的人？你现在是让我夸你吗？不想夸就不想夸嘛。你想让我夸你就说嘛。我尽量以后不要让你那么难受。哇！不要让你失眠。失眠可不是因为你，你想太多。我没说啊，我说以后啊。哦，以后啊。虽然走了一点弯路，但现在挺好的。哦，有。我没有走过弯路，是你在走。这个好。哇。你干一口，我干一口。
哇，好，有点大。终于有完整的一天能跟你独处。哇，然后我感觉今天的这个机会让我能想象我们以后的约会的样子，懂吗？我能联想哦，以后如果我跟你去旅游或者什么，会是怎样的？哇！哇！哦，双彩虹！哇，彩虹！哇！好大一条，你有看到吗？哇！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整个彩虹哎！哇！哇哦！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整个彩虹哎！这个瞬间可以被定格了。应该下一次看到彩虹，应该也会想到这个瞬间。上，这里，这里。然后。然后三、二、一，完美！哇，不错。两个彩虹。最后是什么？如果吃了三次饭还没告白，就会变成单纯的朋友。这是你们吃的第几顿饭了？现在是单纯的朋友吗？第一顿吧，两个人的话。是吗？嗯。但我觉得我们已经不是普通朋友了。哇塞！好。好开心啊，我是奶绿，被爱到了。你觉得互相了解期一般要持续多久你才会有？我觉得日常生活中我还得见见你的朋友。哇塞，对，很具体，很具体。就是我想知道你跟朋友之间是什么样的，或者说你看我跟我朋友之间是什么样的，就跟你身边的人，不只是朋友，可能家人，我想知道你怎么对他们。嗯，表现你这个人品。嗯嗯，我其实一个蛮容易上头的人。你？对。你？对，我是一个蛮容易上头的人。哦，现在都开始直球了。但是我会大概要花个两三个月，在这个两三个月里面，尽量把它压下去，之后再确定要不要开始一段恋爱，不要让它影响我的判断。哦。你想一下，婚姻大概有40%几会离婚，非常幸福健康又好的，在100%里面的10%或者5%。可是我觉得你很悲观哎。我不会觉得很悲观哎，我会觉得，如果我有这样的恋爱关系，会庆幸。哇，我这么多普通人中，我被眷顾了，你懂吗？有机会拥有这样的恋爱，我觉得是很难得。所以不要讲概率吧，我就说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能解决的问题能解决了就可以一直下去。哎，我相信我有，真的，我相信我能顺到10%或者5%。哎呀，哇！还有什么其他点？就是除了见朋友，见他跟其他人相处。他挡得刚刚好，你看他怎么知道他的伞要被吹起来？你帮我拿着，帮我拿着，就像小说里的一样。天哪！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可以好好磕 CP 了。哎呀，面对那个风。嗯，哇哇，好浪漫哦！他俩又锁住了，但他俩这次是自己锁住。哇，他俩这次是自己锁住，我们跑吧。哎呀，太好看了，下刀还要我想找点吃的。你要吃什么？给你弄。我想吃水果。好。哦，好可爱。玩得开心吗？今天？开心啊。开心。我觉得在我们独处机会当中，今天是最好的。哦，那今天没有别人是吗？没有，就是独处的时候，在所有独处的机会当中。不错哦。确实。我知道你的惩罚是什么。什么？让我在你鞋子上画画。画鞋头。嗯，可以，鞋头。哦，画彩虹。那个，这个重一点。哦，你说黄色？嗯，这个。嗯。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你不要看我，我有这个上眼。哇！
看看，给你们展示一下，哇，好可爱，这个散画真的很不错哦，好看。然后分享个这个，这个是我胶片的第一张。嗯，最后一天晚宴那天我才开始拍第一张。嗯，这个时候我跟陈康的时候有一点点尴尬，就是现在也是蛮尴尬。我们坐那个滑翔伞，他在那边休息，就是我们那天不是很晕吗？坐那个啊、这个完了结束下来之后，我们有聊天，然后聊开了一些事情，就很开心，开心。嗯，康康是谁？我选的康康。我觉得明天会分组，应该。那我考虑一下选选别人。我也没说我要选你。OK。我也没说我要选你。谁要选你啊？谁要选你？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选进定哥这里。终于有完整的一天能跟你独处，今天的这个机会让我能想象我们以后的约会样子，是属于我们两个的瞬间。哇哇，哎、欸，好大一条，你有看到吗？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整个彩虹，哎，这个瞬间可以被定格。可以，下一次看到彩虹，应该也会想到这个瞬间。新疆真的美，我相信我能瞬到10%或者20%。这么多车。惩罚我想好了。什么？怎么讲？拜半天哦，拜半天哦。哇！带点射箭哦。可以。去吧。去吧。去吧。哇！给我拍张照。等会儿。Great shot。凶杀。我了，我来吧。我来了。哦、oh. ，我来了。你不要碰那个键，对你不用碰那个键。哇，你不用碰，这样，不要碰，不要碰它。那它不要碰它，它会夹住的。Okay. 对。然后我一放开它就可以了吗？再等下，等下，等下。啊，狗哥挺可爱的。一到他俩就开始闽南歌，哦，是值得，是值得。你刚才做的是这个动作啊，你这样是这个动作。你拿的时候不要这样拿，这样拿，这样对，在你脸旁边，然后这样转，放手之前再用你的右手这样转它。OK， 然后扔给他。对，这也太难了。哦。我觉得你要加入我们好一点。哎呀，可以可以，那我们武打四，欢迎你的加入，感觉压力倍增，超好。你我，哦，太厉害了，康教练。OK， 现在我们有一位不太舒服。对不起大家，我错赛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四打四。好，我去旁边休息一下。你小心，这是你坐在外面，对，然后你侧着坐吧。嗯。OK 吗？哎呀。我俩。对。你们房间是不是没有热水壶啊？我在烧了。没有，我烧了，我这已经滚了。康康也好细心，但他女朋友也好幸福哦。嗯，跟我来吧。然后你拿这个热水壶，拿去你房间。好。将来当老公也很幸福，然后又感觉是很会疼女儿的那一种。我喝一小口啊，帮你试一下。好，我试了。我一般是这样直接倒进我嘴里，然后这样。帮我倒。行。我仿佛已经看到他以后在一起的样子，真好。你加载吧，还给我。可以。还有一天呢。正好，因为这个我感觉有点那个。
没。你带到什么时候啊？在我头发。嗯。射箭完回来，半天。可以。今天很帅哦，康教练。什么帅？要收几封信啊？你今天？那不得至少三封。哦，要高光时刻。哇，那你会写给我吗？考虑一下。哇。干嘛？私奔了？磕到了。私奔了。哎呀。今天居然有信了，意料之外哦。谁写给你的？虽然当体育老师挺好玩，但是我更想陪母。哇，你这个好打动人哦！康教练的高光日。衣服上有小夹子的时候，痛啊，有一点点。他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就试打试。好会恋爱哦，就很投入，戴半天哦。哇塞，戴着射箭哦。可以。哇，真好。哇，超帅的，真的，超帅的。什么意思？蓝色呗。可以啊。蓝色。我不确定这个人会很爱我。确定。但我希望这个爱是可持续的，一直想跟他到老年吗？哇，我的天，这么大。